承蒙姑娘不弃，伯又教坊欢迎之际。契约完成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陆朗君的人。毫无铺垫，直奔主题啊！既然李姑娘现在是我右教坊的人，那希望姑娘日后事事以教坊为先。那是当然。沈金，带姑娘先去休息，记住，择一个清静的地方，别让旁人打扰了李姑娘。姑娘，行。好，以后的日子，还请陆郎君多多指教。